之前在节目当中还说过自己很喜欢篮球，现在平时还有打篮球的时间吗？个子不够吗？个子不够吗？好，来，那继续。那会不会亲自下厨做饭？不会，我觉得也不会。但是我最近有这个学做饭的打算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是总得有点成长吧，下一次再去蘑菇的话怎么也得量，不是说饭量的增加，就是技能的增加吧。我以为饭菜种类的增加。不是对，那帮黄老师分担一点。对，这个应该不用切条吧，条的只有这个，我在我印象里。什么？白菜切成丝儿，都切成丝儿。哥，我把现在白菜差不多我捞了。好啊，白菜不要过水啊。萝卜再煮一下，要不要？来，菜、萝卜都不要过啊。就想自己增加一下技能，对，改善一下自己平时自己生活的伙食。不是，那我还平时自己，我还是想点外卖。我最近有这个学做饭的打算。